我现在来到秋吉台展望台，这是一个圆形的建筑物，然后可以看到远方一丛一丛的红叶。这就算了，看一下这一幅，与台湾野柳地质公园地节姐妹公园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特别的特克斯地形。一块一块石头凸起来，石灰岩啊，国定公园呢、欸？日本人都好认真，日本的观光团都能手上一份资料在那边看。